家下午好。然后刚才我听完了这个读书分享之后，这些红色的是最经典的，我也是非常的激动。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我的这个今天的小主题吧，就是红色小提琴，副标题是小提琴里的红色之音。我们最为熟知的一个小提琴家就是聂耳，我们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作曲聂耳同志。那么他就是用手里的那把小提琴，创作出了我们最伟大的红色经典，就是我们的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这次能来海南，朋友们送来图书，送来音乐，送来温暖，我们中安乐团同志非常开心。感谢广电总局的领导，感谢广电总局工会，感谢中国爱乐主管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。我们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，更多的为咱们广电系统的基层职工带来我们艺术上的温暖。谢谢。